嗨，大家晚安，我是吴界。那今天呢，要来实况的是这一款《马里奥35周年纪念》的，可以免费下载的游戏哦。那它就是呢，可以35人同时来玩《马里奥初代》。那今天呢，就来挑战看看啦。我刚刚有先玩了一场了，然后才一进去我就死掉了。那这次呢，看能不能至少留到后面呢、啊？好了，开始了。对，吃香菇，吃香菇。嗯，我怎么觉得操作上有点不太习惯呢？他是没有奔跑这个选项吗？为什么踩不到？反正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会觉得怪怪的，怎么是自己摔死了？我知道为什么怪怪的了，他的 A 跟 B 是相反的，跟以前的红白机是相反的，所以我一直以为助跑是B， 结果助跑是对助他的助跑变 A， 然后跳是 B， 跟以前红白机不太一样哎。啊，对，这个跳跃是对，我要这个才对哦。难怪我会觉得不太会玩，原来是按键配置是相反的。好。现在应该就变得比较会玩了吧？有没有？这边还可以吃个加一台。耶，还可以吃个花。哦，已经有人过到第二关了，是不是？我还是搞不太懂这个游戏的主旨，反正不要有人来害我，应该就比较不会有事情。就是，怎么直接跳到这个二之一这边来？这是二之一吗？啊，糟糕！还不错嘛，我留到蛮后面的、啊，是没有人来害我的关系吗？还是对手太弱啊？等一下，他那时间倒数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时间为什么到了？咦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没有注意到时间呢、可是我一下子就升好多等级哦。刚拿到这个食人鱼，它比较红，我要用这个。我要先搞懂一下那个时间是怎么一回事，是要像那个冒险岛那样，我要一直吃金币来延长时间吗？我还没搞懂游戏规则。嘿、hey ，好，所以我不能悠悠哉哉的。打死怪物有加时间哦。好，原来如此。好，那这个呢？钱币没有加时间，那我们就不要把时间花在这里。但有怪物就要尽量打，然后也要冲快一点。这不太一样啊。
吓死我！啊！哦，可怕，可怕，可怕！这边突然多好多，那个下去吃金币应该没有什么用吧？啊，这好可怕！我每次都摔死在这。还好。哎、欸。好好好好好。得得得得。好。怎么又轮回回来这里啊？这次的人是不是比较厉害啊？为什么死的人那么少？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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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，糟糕糟糕，我以为我可以连踩的，我很努力的活着。好，赶快赶快赶快，这样我再回到一之一去吃花跟香菇好了。哦哦，可是这样可能会浪费很多时间。等一下，我吃这个干嘛？好的好的，我大概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玩了。就是一直拿花，然后去炸怪物，然后让自己活下来就可以了。啊啊！糟糕，我直接被丢到这一关来。糟糕糟糕，这边的怪物很少，让时间很快就用掉了。哇！哇！怎么会是自己摔死？哦天哪，这个死法好难接受。我们这次直接从一之二开始吧。一之二怪很多哎，可是一开始没有办法就马上吃到花，好像有点难哦。没关系，我们来试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刚才不是选一之二吗？怎么还是从这里开始？还是他刚才只是显示说我过到哪一关了？哇！是不是有人在针对我啊？怎么这么多怪？这也太多怪了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游戏啊，如果我爷爷还活着的话，他一定超强，他一定超强。我小时候都看我爷爷玩这款游戏的，我天哪！我爷爷都是一只马里奥就可以全破的那种。我觉得我在玩的时候
很难边玩边讲话，太需要专注力了。耶耶耶耶耶！哇，看能不能再重新过一次这一关。有有有，它有一至二的选项，我想再过这一关，因为比较好赚时间哦。哎呀，不是吧？吵死了，吵死了，吵死了！糟糕，刚才说可以赚时间的。喂，给我星星！结果没有吃到花，哎呀，又被咬小只！赶快！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呦！吓死我！哎！哇，真是九死一生呐！啊，好吧，赶快拉个旗子，又可以多增加时间。哎呀！我们这次至少把这一关给过完，好不好？就是不能再死在这里了。啊！来，我们今天的目标呢，就来拿第一名好了，就来拿第一名好了。应该不难吧？我刚刚那样都可以拿到第七名了。好，好，啊！我刚应该直接吃无敌星星的，哎呦，吓死我！而且我觉得我人品是不是比较好？就大家好像比较不会害我，怪物感觉没有那么多只哦。瞄准危机，我记得这里有无敌星星，这样子，失败，他可以直接滑过去的。时间抓准的话，哎，我干嘛？哎，哦哦哦，真是意外，不小心吃到的香菇。嘿，嘿，好。哎，大家也太弱了吧！怎么那么快就死一堆人呢？哎，我好像也没办法说别人呢、欸，糟糕了，时间有点少，时间有点少，我要努力转一下，赶快，怪！赶快，多一点怪物来帮我冲一下时间。剩三十几秒。哎呀！好。哦哦，给我个花好不好？啊！刚才那个叫人家怎么办呢、啊？嘿，不行啊，没有花攻击力就整个大大减低耶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怎样？哇！
刚那个配置不是叫我去死吗？哎哎哎哎，赶快赶快赶快！啊！啊！怎么会死在这种地方啦？来喽！这次呢，应该可以第一名了，应该。我以我爷爷的名义，哎呦！哇！哎，不是啦，哎哎，可恶！哎，赶快冲了，赶快冲了！哇！冲冲冲！哎哎哎！糟糕！啊！哎呀！这无敌星星！好好好好好！啊，糟糕，少撞了一只。我每次过这里都很怕，小时候在那边死太多次了。好，我怎么觉得这楼梯好像下降速度变快了？赶快赶快，我们再来过一次一之二。我觉得一之二很好，很好在这边轮回哦，因为怪物很多，就可以在这边一直喷。只要小心的话，这边应该是很好很好在这边存活的一关哦。哎呦！哎呦，不是吧？吓死我了！啊，怎么只剩三十几秒了？可怕！算了，真的，赶快赶快再到下一关去好了。拉旗子比较多。时间好像也没有，哎哎，回到第一关了。我实在是不懂，他到底拉完旗之后会跳到哪里去啊？哎哎，我怎么进来这里了？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直接赶快再到一之二去。哎、欸，我怎么踩不到？啊，糟糕啦！也好也好，又是这里，这里。哎、欸、呦，完全没弹到啊！哎呀，不是吧？啊啊！赶快赶快！哦，还好，及时救援。哦，我想要吃，我想要吃这个，这个，算了算了，那没办法吃。嘿，就是不要贪心啊，不要贪心啊！不行不行，时间要没了。等一下等一下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23秒，赶快赶快赶快，赶快赶快，给我花给我花，有花就好。哎、等一下等一下，为什么时间突然变这么快？赶快赶快，给给。为什么时间变那么快？赶快赶快！天啦天啦！我要死我要死我要死！啊！为什么时间突然变这么快？
为什么？啊，好像这是第四名而已啊。是剩后面剩一点人的时候，他就突然加速的意思吗？哦，现在可以选一之四了。可一之四感觉很难啊，因为它中间都没有什么可以打怪加时间的地方。好，哎，怎么已经有两个人死掉了？一开始就被咬死吗？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我刚才怎么踩到他了？哎呀，我很想报仇，但想想还是算了，做人还是留点情面比较好。哎呀，不是吧？不行不行，这个香菇一定要吃，不然等下没有花。好，赶快赶快，先跳到一之二去。其实是不是一直过关拉棋子会比较好啊？因为棋子。你拉的好的话，加的分数蛮多的。为什么是跳到这一关啊？这样我不就没有花了吗？好，这个一定要吃哦。好，我有花了，我有花了。但是这里怪物真的好少。哎，怎么死一堆人了？赶快赶快拉旗子！哎哎哎！我又突然跳到水这边来了。哎，为什么时间又加速了？啊！这是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啊啊啊！啊啊啊！好像剩五个人就会变这样，是不是？好，好，再来，先随机害一个人哦。哎，有两个人在瞄准我的意思，是不是？赶快冲冲冲冲冲冲！好，有这一次一之一，有了熟能生巧。哎哎哎！哦，怎么突然多这么多？是因为有人一直想害我的关系吗？哎呀，糟糕了！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我可以，嘿，好，哦哦，太多太多太多，赶快吃个花，所以，哎，有没有吃到花，我觉得差超多的。可能没想到酷霸城出来就又回到一之一哦，哎呦，吓死我，差点摔死！好，哎，我的时间很多，时间很多，然后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我怎么觉得他的判定都？位置的判定都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。好，
然后我应该算蛮后面的吧，虽然我现在没有太在意其他人，可是时间还没加速，表示还有超过五个人活着吧。赶快来，我们再来过一次移植二。哎，不对，我刚是不是应该拉旗子会比较稳？哦哦哦哦，可能过关会比较好，拉旗子加的秒数。哎，这一场的人比较强，他们都活好久。我都觉得我这只难得活这么久了，他们活的也是很久。好，直接过关，直接过关，拉旗子，拉旗子。哎，九十秒，哎，又回到一之一了。好，没关系，一之一我们就赶快过。一只一，赶快过，赶快过，赶快过！再拉一次旗子。我好像会玩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其他人好像也会玩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一只，哎，就在这边轮回而已啊。好，先不管，先不管。真的好怕摔死哦！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我现在超集中啊！赶快再去拉一次旗子。哦哦，海底世界！哦哦哦，时间要到了，时间要到了！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完蛋啦！我没有花，我没有花，赶快拼个拼个花，没有拼到，赶快再拼一次花，给我花，给我花！哦哦哦哦哦，哦哦，算了算了，赶快我先去拉旗子再说。哎，哦，这是有机会哦，这是有机会哦。这是哪一关？好，这一关，赶快吃化，赶快，赶快，快没时间了。嘿，赶快，赶快，拉旗子，拉旗子啊！糟糕了，只加了几秒。啊！啊！好崩溃！